家好呀，我是花猪，快来一起看看最新的资讯吧。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夜蓝胡桃，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装物，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，有任何原神问题可以问我。 3.4 将登场可莉和北斗卡牌，我们用邀请函在猫尾酒馆邀请对战，战胜他们就可免费获得。先来说可莉，普攻造成一点火元素伤害，元素战技造成三点火元素伤害，角色附魔爆裂火花，效果为所附角色进行重击时少花费一个火元素，并且伤害加一，重击为我方元素投为偶数时进行的普攻可使用一次。元素爆发造成三点火元素伤害，在场上生成轰轰火花，效果如图所述，这个文案确定没错吗？天赋牌砰砰礼物，可莉装备此牌后立刻使用一次蹦蹦炸弹，生成的爆裂花火可用次数加一。然后是北斗，普攻造成两点物理伤害，元素战绩为角色提供两点护盾，并在下个回合对敌造成两点雷元素伤害，元素爆发造成三点雷元素伤害，生成雷兽之盾，效果为我方普攻后造成一点雷元素伤害，我方受到最少三点伤害时抵消一点，持续二回合。天赋牌霹雳连消，效果如图所述。从技能描述来看，可莉是快速攻击，北斗是防守反击，两位具体实力如何还是要看实战后的效果。然后又到周末了，大家记得声望任务做一下，可拿15万摩拉。还有陈歌湖的60数值记得兑换，三次周本也看一下都做了吗。最后祝所有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资讯攻略教学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看看以免错过哦。